出一张。好的吗？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的，在圣经上应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那个定死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主基督耶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使徒的证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遵行神的旨意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但愿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得到主你的圣灵的光照，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运行，使我们能以明白你救恩的奥秘，并且明白你话语的意义。求你用你自己的大光来光照所有的儿女，使我们在你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并且使万国都因着你自己的名信服真道。就求你亲自来保守今天的聚会，除去一切的拦阻，安静你自己的会体，使我们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就求你亲自来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话语上扎根，使我们众儿女的信仰都扎在基督的磐石上。感谢赞美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的，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交通遵行神的旨意。那么首先呢，耶稣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我在信上建立才叫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不在信心上建立，我说我是遵行神旨意的，这就是说谎。那这里边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我信神福音的就是遵行神旨意，不信神福音的人就不是遵行神旨意，神要报应那些不信福音的人。好，咱们把这个先隔上啊，先看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要报应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那遵行神旨意是我听从福音，信福音的就是遵行神旨意，不信福音的那上帝就要报应那不信福音的人，晓得吗？第七节，咱们从第六节往下看，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好，感谢主的恩典。什么样人要受报应呢？就是那些不听神福音的人。那么这里边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听福音的人；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不听福音的人。听福音的人就蒙祝福，不听福音的人要受到报应。所以这个地方说，这地方说神既是公义的，第六节啊，就必将患难报应那
加换成给你们的人。当我们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这群人起来不听福音，反而加患难给谁呢？给那些传真道的人。所以第七节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受患难的人是被逼迫的，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什么样人呢？那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谁不听福音，那么上帝就要报应谁，谁听福音了，上帝就要祝福谁。好，再回到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这福音是从神所从前神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是应许的，当你抓不住这个福音的应许，你说你是遵行神旨意，对吗？有一天我在网上问，有一个人在那讲夸夸其谈讲，发了许多经文。我说你告诉我什么是福音，最后他半天没答出来。我说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你光发那些经文有用吗？发了许多经文，发了什么呢？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都要守住，不守住就是。我说你认识什么是福音吗？他不回答。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对，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件事就是福音，是不是啊？他代替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这就是福音。当我不认识福音的时候，我说我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是撒谎。这里面说，这福音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这是应许我们的福分。谁接受福音了，那这个应许就给谁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用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福音呢，在耶稣身上是怎么做成的呢？耶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成的呢？我们也是死了从死里复活，跟基督同死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当你不听，你说我遵行神旨意，那是撒谎。什么是神旨意？耶稣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我们和他同死了，我们相信和他同死了，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的人，那这就是上帝所要的遵行神旨意。我今天不去死，我说我在地上活着，不是主活，是我自己活着，我要在地上遵行神旨意，能不能遵行？不能遵行。那现在不让你在地上靠肉体遵行神旨意，要肉体归入基督的死，这样呢，肉体死，心灵和他一同复活。耶稣在这里说，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今天呢，按肉体说，也是大卫的后裔；按灵性说，我们也是跟基督同死，一同复活，对不对？也同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从哥罗西书我们看啊。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了。咱们先看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了。耶稣死了又活了，我们今天跟他同死也要同活。找到吗？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现在活没活过来？现在我们活没活过来？死死在哪里？过犯和罪恶中。活在哪里？活在基督里。死在过犯里，活在义里，对不对？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所以我们活过来了。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贪行，随着心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谁一同活过来。所以你显明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也照样叫我们
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这地方很奥秘的。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呢？基督死了，我也跟他同死了，这是遵行神旨意。基督因罪而死，基督因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因我们自己的罪而死，我们和他同死，他死了就等于我跟他死了，这叫遵行神旨意。在哪儿死的呢？在罪上死的。在什么上活呢？在义上活的，这是遵行神旨意。不要说我今天是遵行神旨意，我今天做的比别人强，就是遵行神旨意。做的强的人不一定是遵行神旨意，你信不信？圣经的我那天举了好多例子，做强的人不一定是遵行神旨意，做的不强的人不一定不是遵行神旨意，是不是啊？以色列进迦南地杀迦南七族，是不是遵行神旨意？是不是？是是是。以色列人守住律法，是不是遵行神旨意？不是。你要把神的旨意和律法这件事情给它区分开来。如果你说遵行神旨意就是守律法的话，那么圣经就不能这么说了。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罪过。而遵行神旨意的结果是什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天国，对不对？那天咱们讲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什么样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呢？什么样是呢？遵行我天父旨意是什么？耶稣死了我也死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耶稣活了我也活了，对不对？这叫遵行神旨意。别把遵行神旨意当作一种口号来喊出来，不懂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好，再看啊，再看，还是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节第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哪里过犯和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现在活过来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是什么呢？将来的身体得赎的复活。还要一同坐在哪儿？坐在天上，这叫遵行神旨意。凭信心仰望，这是遵行神旨意。下面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本无恩的人才叫遵行神旨意，本无律法的人就是被咒诅的，对不对？本无行的人是被咒诅的，本无信的人才属乎什么？属乎什么？属乎恩。本无信的人属乎恩，这样才叫遵行神旨意。当你不本无信的时候，你本无靠你自己行，这就说明谁在活着？自己在活着。自己在活着的人能不能遵行神旨意呢？不能遵行神旨意。自己在活，在哪里活着？在肉体里，在罪里的活着，不能遵行神的旨意。好，再往下看啊，这里面说不是出于自己，这里面讲不是出于自己，当不是出于自己的时候才叫遵行神旨意，是出于自己的时候就不叫遵行神旨意，对不对？还有一个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行为，第九节是不是？第八节说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你相不相信这恩典是神赐的呢？是。你要相信这恩典是神赐的，不是出于自己，那就是遵行神旨意。你若相信，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怕人自夸，所以不是出于行为，是不是？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接不接受神在基督里造成，把你造成一个新人？是。你说这样接受，你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你若不是这样遵行的，你说我是遵行神旨意，那是撒谎，明明是撒谎。因为神说的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肉体必须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而达到遵行神旨意的目的。这是神给我们设立的目的，是神给我，那是下面说为了叫遵行神旨意，叫基督在我里边行神所喜悦的事，行不行？行。基督行好是我行好。行。
基督能行出来父神的样子，还是我能行出来？基督，这是基督，基督这一点是吧？基督能行出来，我行不出来，因为保罗已经断定了我里边没有良善，我根本就行不出来。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身体？脱离是罪行，死是罪行，我死是罪行，我脱离是罪行，对不对？脱离自我，脱离肉体，脱离邪情私欲，脱离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是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这样脱离的。你别说你遵行神旨意，你说你遵行神旨意，那就叫别人笑话，是不是啊？好，再看第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找到吗？一个是死在过犯又活过来，一个是什么？睡了点又醒过来。注意看第十四节，找到吗？所以主说，你们这睡了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首先是睡了的人要什么？醒过来，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上帝要的是这件事，死里复活，先经过死后经过活，这叫遵行神旨意，对不对？你还没得死，你今天你去靠肉体去了，不死就靠肉体来成全，那不叫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强调的一点，第一点，你们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醒过来，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死里复活，对不对？而真正遵行神旨意是死里复活，是不是啊？我可能要专题讲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我从前是死的，在哪里死的呢？在罪里死的。我今天在罪里死的，我必须先向罪死，而不是我要去不死我就去活，而不是叫你这么直接越过锅台就上炕，不是这么的。越过死就想去活，这个人就不根本不是遵行神旨意。我不死就想活，现在教会中间想到这个不死就去活，弟兄姊妹好活啊，活出主的形象，有没有人这样吩咐？有。那是他不经过死就去活，靠谁活？靠自己。靠自己是什么活？而保罗却说，我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什么身体？那怎么能脱离呢？这是信心脱离，已死的人脱离罪的人，这样呢，在罪上死了的人，为什么我要经过死？为什么要经过死？因为这死是在罪上死，因为我因肉体因罪而死，才能达到复活的目的，把这个罪身给它灭绝了，才能达到复活的目的。这是在我身上。那多少人在讲王一浩不讲行为了，你看他就讲这些不讲行为了。那我讲这些目的是什么？更好的行神所喜悦的事，对不对？更好的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遵行神旨意，目的就是叫人遵行神旨意。那我就自己在活着能遵行神旨意吗？不能。我自己在活，天天都是自己在活，天天挣扎。在哪里挣扎呢？在肉体里挣扎，在世界中间挣扎。圣经告诉你，一个向罪死，一个向世界死，对不对？这两个我都没死，我就说我是遵行神旨意的。那么现在整个教会中间都在这个遵行神旨意，靠什么遵行呢？血肉的绑臂。现在上帝为什么给你安装一个天上的复活的生命？目的就是什么？因为你肉体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给你想出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你不去采用上帝给你的方法，不去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死里复活这条路，那是错误的。这里边讲的是死里复活，说你们从前死在哪里？过犯和罪恶，他叫你活过来，死活，对不对？都是把死放在前头，埋葬放在前头，把死人死完了之后埋起来，埋完了之后从死里复活。上帝要经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为要遵行神旨意，你死了就没有你了，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了，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现在才能活出主的形象和样式呢？是基督在我里面行神所喜悦的旨意呀、啊，行神所喜悦的事，我把这个给省略了，省略了就像什么似的？就像一个东西，没等盖房基就往上建房子，那就得倒塌，是不是啊？对不对？没等过边框底就开始边框那个帮，那一定是漏底的框，是不是啊？没人经过长就造出来的人一定是亚当，那老亚当，一个老旧人。亚当是不是没经过长？耶稣经不经过长？经过长。亚当没经过长，最后结果是失败呀、啊，是得胜？失败的。凡不经过长的，就直接跳跃的，那肯定是失败，结果就是失败。亚当被造出来，一造出来就那么大。在伊甸园里就那么大，最后呢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天上的天使路西法没经过长就造出来就那么样，最后把它放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下，它是失败的，是得胜的，失败的。耶稣就生下来经过长，神和人对他的喜爱，他的身量都一起增长，那这样是失败是得胜的？得胜。所以上帝今天要给你生一个，不是要你这个被造的肉体在地上来遵循神的旨意，乃是要叫你那个被生的生命来遵循神旨意。一提到遵循神旨意，要哪一个遵循？哪一个能遵循？如果我肉体要能遵循，还用死干什么呢？如果肉体就能达到遵循神旨意的目的，今天我们还用受洗干什么呢？就没有那必要了，是不是？那叫多此一举啊，多此一举。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遵循神旨意这一堂课也是很关键很关键。我们一直在讲啊，一直在讲如何来做，上那一段时间讲真假先知，现在我们讲的是遵循神旨意。感谢主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原意中间，那这个圣经不难理解。这几天我也一直在网上也问题解答，晚上到了十点多了，问题解答，这是问题解答也很关键的。有许多弟兄怎么根本就不看圣经，你看他能看出来，上网上进去了不一会儿啪就下去了，这说明他对圣经也不熟，他对问题解答这件事别人问出的问题他也不感觉到，也不感觉稀奇。咱们讲的死离复活啊，这里面讲的，所以我说你不要醒过来，首先是睡着的人先醒过来，对不对？怎么醒呢？怎么醒过来？就是睡，是吧？从死里复活，醒过来是从死里复活的意思，这个不是说我肉体睡着了醒过来，而是指属灵的生命原来死了现在活过来，这叫从死里复活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基督光照活人，光照死人，活人先死里复活的人，基督大光才能光照给他，是不是啊？先醒过来的人。所以神要光照什么样的人呢？光照那些已经睡了许久的人，醒过来的人，一下就光照他。死人你怎么照他也没有用，对不对？活人一照就有用。神的光是向义人散布的，散布亮光，对不对？那我首先是罪人，我神的光能不能向我光照呢？不能。所以首先我要因信称义，这时候上帝用大光光照你，你才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咱们现在讲的是死里复活，如果我传达错了，是不是不是讲死里复活这个道？就是弟兄姊妹，给你一些规条，你守。那我现在不是主的门徒，不是主的基督徒，不是主的传道人，因为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守一些规条，对是错？错。咱们看圣经全，包括保罗所经历的都是死里复活。好，咱们看腓立比书3:11，从九节往下看啊，从九节往下看。3:9，这里面也讲死里复活。如果我不是在传达的这个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没有用了。咱们就讲这个死里复活，这叫遵循神旨意。
什么叫罪孽深至义？死从前是死的，死在哪？过犯和罪恶中，现在不能在罪恶中，借着死把罪恶处理掉，行不行？耶稣借着死把我们罪孽担当去了，我们借着洗礼把我们的肉体的罪孽也都归到耶稣身上，行不行？现在我们借着洗礼把灵和肉分开，行不行？这叫罪孽深至义，把灵和肉分开。因为肉体因罪而死，我不属肉体的叫肉体因罪而死吧，我属灵了。现在虽然我住在肉体中间，我不凭血气征战了，不凭血气行事了，这个人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我现在越凭着血肉这个绑臂去做点好事，叫不叫遵行神旨意呢？不叫啊。咱们看第三章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你必须先不要因行律法，把遵行神旨意和因行律法这两件事咱要分开，因为这不是一件事。因为神在这里已经是讲明了，讲明什么呢？并且在他里头，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否没否定？否定遵行神旨意是因律法而得的义，这是否定，不是肯定，对不对？如果说遵行神旨意就是守律法的，圣经就直接告诉你守住律法叫遵行神旨意。遵行神旨意和守律法它俩是两件事，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吗？啊，做点好事和我今天因信称义是两件事，我的行为好和我今天不是两件事。你行为好了只能别人夸你，不能夸主，你信不信？是。雷蒙行为好，人只能是夸雷蒙，不能归荣耀给神，信不信？是。耶稣从叫一个瞎眼睛看见，人能归荣耀给神，他说，他来是带着天父的旨意，叫瞎眼睛看见，人归荣耀给神。如果是雷蒙来做一件好事，人归荣耀给谁？给雷蒙。夸谁？夸雷蒙。是听清楚了吗？什么叫遵行神旨意？遵行神旨意和我做点好事不是一回事啊！我在地上，我看谁家那个老太太、老头的饿了，我给他一碗饭吃。你能给，世人也能给。世人给，这叫遵行神旨意吗？不是。你说别人家来个要饭的，我给他100块钱，或者5块钱、10块钱，你能做到的，世人能做到？能啊！你只要你能做到，世人也能做到，这不叫遵行神旨意，你信不信？对。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呢？这里边讲的特别清楚。遵行神旨意，把万事看成粪土，这叫遵行神旨意，对不对？嗯。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否定因行律法，好不好？律法上不可奸淫，不可杀，不可这些，我都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称义的。乃是由信基督而来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来的义，是因信神，神来，神加给我的义，对不对？对。那我要把这个给推翻了，你说我得不得死啊？是。啊，得不得？说得死啊？这是神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所以你们不要做糊涂人，应当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那我把这个给抛弃掉了，我说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做好人好事，苏新峰，学雷锋，学焦裕禄，学王杰，学欧阳海，那欧阳海去为了救一个马，宁可要马不要火车了，不要人命了，那你跟他学习吗？学不学欧阳海？不学。学不学雷锋？学不学焦裕禄？为什么？雷锋是不是做好事？雷锋对人间的说做的好事，但他这个好事跟耶稣基督比怎么比呢？是人的好事。嗯，那是你自己的标准，遵行神旨意和在人间遵行这个社会上的事情不是一件事。好，社会上树立一个人，大伙就夸人，但耶稣说看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谁呀？那这好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基督啊，还是雷锋？基督。你看清楚了，什么叫遵行神旨意？有可能很多的人把这做好事这个好行为，都用雷锋的标准把它树立起来，对不对？树立一个人，
而今天上帝说的不是人，而是上帝的独生儿子才到人间，他是人间最高的标准，谁能达到他的标准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谁达不到他的标准就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呀？那么现在就讲这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要提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是死里复活重不重要？重要，重要。但今天教会中间注重死里复活这件事多不多？不太多的。你不信，你再往那看，注重神，多半注重什么？你要做点好事，荣耀神呢，是不是这么说的？对，是不是这么说的？靠着自己，做点好事，荣耀神。夸他自个儿，能写。把那一关给省略了，什么省略了？死里复活，是不是啊？那我们一人既众人死，众人先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众人就都死了，下面才提到活呢，是先提活再提死，还是先提死再提活？先死，死在先，是活在先？是死在先，出死才能入生。对呀、啊。从死里走出来，不再死了，不再罪了，不再有罪的人，已经从死里走出来，这叫出死入生，对不对？你还没有从死里走出来，还在罪恶里，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你怎么说你是遵行神旨意呢？你这么撒谎吗？教会中间这样的人，就是大喊口号的人，多不多呢？特别特别多的，不是我在说，有的人在毁谤我的时候，王一浩，王一浩，你净。说别人不好，啊，那是我说的吗？你就看当今教会，你问一个人，他都是先不用死，先干什么？先活，荣耀神。没经历那一关，没经历，是不是？没经历做衣服能不能穿衣服？啊，这衣服这个前头是做衣服才能穿衣服，对不对？你看这个什么都有过程的，不做饭的人不能吃饭，对不对？先做后吃，不管谁给你做，你都得经历这一关，对不对？嗯。不经过怀孕能不能生小孩？能。玛利亚还得怀孕呢，生耶稣还得经过怀孕呢。那有的人他就不是这样的，不经过这一关，头前面那个都不讲了，就直接讲后面要果。那要果那个果的途径得是什么？对不对？你一要求要他遵行神旨意，他就得靠什么？靠肉体。但这个途径是很，是上帝给我们设计的途径，是最关键一个途径，而且是最好的一个途径。人往往忽略了上帝给我们这个途径，就以为遵行神旨意，弟兄姊妹一要求的时候，就马上把肉体搬出来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这样遵行神旨意，是不是啊？不信你就可以看看他们是不是这样遵行神旨意。你问问他什么叫遵行神旨意，你挨着教会问问什么叫遵行神旨意。他跟你说这是听神的话，不做坏事，做好事，一点坏事也不做。如果肉体不做坏事，肉体能因罪而死吗？心灵能因义而活吗？能不能？保罗怎么经历的呢？保罗经历着我肉体中没有良善，经没经历过？也经历过。那我们今天经不经历？也经历。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要详细查看圣经，就可以明白上帝所说的遵行神旨意是用大肉体遵行神旨意，还是肉体死心灵活？肉体死怎么遵行很关键，是不是？是先经历死再经历活，还是直接就经历活？先经历死，越过一关，把那关越过去，把死那关越过去。因为人一生怕死，贪生怕死的人太多了，就因为怕死，所以把那死那关给越过了，直接靠肉体别死了，就这么遵行神旨意。你说有没有？那你不跟雷锋一模一样吗？你跟世上那个传佛教的、道教的靠肉体成全的不一模一样吗？今天靠肉体成全，上帝是欢迎，上帝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不承认。靠肉体成全的是被上帝
咒诅啊还是祝福？咒诅的。因为属灵的圣公你不可以靠肉体成全，你以为遵行神旨意就是靠肉体成全，但我告诉弟兄姊妹，凡靠血肉绑定心中就离弃耶和华的那人，不是有福了，而是有过的，是不是啊？当你不知道什么叫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用肉体的绑定端出来，把肉体端出来不经过死的时候，你将是一个挨揍的对象，你将是个挨打的对象，你将是个挨咒诅的对象，对不对？你将是个挨管教的对象。这是加拉太教会为什么被管教的原因，越过了基督教训，靠肉体成全了，靠手了。这样的教会我告诉你一早就一堆，不信你就试试看。信了耶稣，那下面我们的孙先生旨意荣耀神吗？凡事各式各样都有荣耀神，这里面说凡事都荣耀神，没有说是我今天荣耀明天不荣耀。那肉体要活，肉体靠自己肉体活，今天荣耀明天就不荣耀，今天好了明天就坏，你信不信？靠人个人的肉体是不是今天好明天坏的？但圣经说凡事荣耀神，凡事荣耀神就是没有旧事的，都是新事才能凡事荣耀神，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怎么样旧事已过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不在肉体，这样的人呢才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他是什么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边就忽略一件，凡事啊遵行他的旨意，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不是？是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三章是不是说凡事，凡事这么多，凡事凡事其中没有一样是旧的，全是什么？新的。新的。那这里边你放的旧的东西，你在旧的中间活着，你在肉体中间活，能凡事都荣耀神吗？能不能？不能。因为你没死啊，那是荣耀神的途径吗？那条路错不错？不错，已经是错的。现在把错的当对的来宣传的教会是特别多的。我现在就宣传这个理啊，有人听一听就听不了了。那咱们不也得有肉体吗？有肉体你不属肉体，你信不信？虽然说有肉体你不属肉体，保罗说我不属肉体，保罗说我们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也不属肉体了。我们活在肉体中间，却不凭肉体征战，对不对？在肉体中间活，不凭他征战，这叫不属肉体的人；在肉体中间活着，最后就凭肉体征战，这个属肉体的人。什么叫属肉体？没有主的灵在他里面，就是属肉体的人。没有主的灵，他靠自己；有主的灵，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的。这样的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对不对？什么是遵行神旨意？细详细的查看圣经的时候，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不是我做点好事，不是我今天一点坏事没做了，我什么都好了，这叫遵行神旨意。我要那样讲，我也不是基督的仆人；我要那样讲，我不是传道人，不是主兴起的传道人。又不能那么讲，那么讲讲来讲就把人带到肉体中，叫弟兄姊妹靠肉体成全，就有祸了，是不是啊？圣经说是靠信心成全有祸，是靠肉体成全有祸，靠肉体。你看这明说的，这有祸，不是有罪了，是有祸了，那就坏了。庄子梅，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庄子梅，你今天好好守住啊，这条不要犯，那条不要犯。你看他是能遵行神这句话，还能不遵行？他能遵行了吗？他肯定得犯，对不对？肯定得犯，那就说明我给他设的这条规条他已经犯了，犯了这规条是用我给他设的规条犯的。因此呢，犯规条是拜拜他，不是建议他。遵行神的旨意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是不是啊？在基督里行事，不在肉体里行事；靠恩典行事，不靠律法行事，对不对？凭信心，不凭行为，这叫遵行神旨意，是不是啊？住在基督耶稣里，不住在亚当里；在新约里，不在旧约里头。在恩典中间，不在律法中间，这叫遵行神的旨意。听清楚了吗？
咱们一个一个查圣经，你就知道这圣经这话是丰丰富富的，不是一节经文两节经文的事儿，而是丰丰富富的得到这些经文。神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就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又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叫不要忽略他的救恩。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晓谕列祖，第二章就说忽略这么大救恩怎能？你什么都可以忽略，救恩不能忽略。你不要以为跳出救恩以外还有罪行神旨意的地方，在救恩以外没有罪行神旨意的地方，对不对？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里经过，是 接受耶稣给我开一条路，不是我自己想方设法走一条路，认为这件事好我就走这条路，因为这件事不好我就不走这条路。往往神所设定神所给我们定下的旨意和我们想象中间那条路不是一致的，和人的理性不是一致的，和人的想法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不合乎人的人情理，只合乎真理，不随从情欲，只随从圣灵。当你人为的东西都是从情欲来的，人想象出来都从情欲来的，误杀不约会从情欲来的，该隐献祭从情欲来的，一扫拿着弓给父亲打野味从情欲来的，扫罗王献祭从情欲来的，尼玛的儿子耶罗伯安在祝坛献祭从情欲来的。什么是从情欲？哪些是从情欲来的？你得分辨出来。圣经这些例子是多的是的，这些人并不是遵行神旨意，都从神来的，不是神让他那么做的，他以为那么做是好事，单单是从情欲来的，是不是啊？从情欲来的很明显的看出来，你可能是今天你看不出来，有一天你会看出来，从什么是从情欲来的东西。我教弟兄姊妹说方言，从哪来的？从人来。我教弟兄姊妹说方言，我教你们说去换猪羔的，从哪来的？从情欲来的。肉体里出来的东西都是情欲，人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情欲。上帝没有光照你，没有启示你，那个话语你自己想得出来，没在圣经里所写的话，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都从情欲来的。我认为好的人，世人都认为好的人，那这都从情欲来的。大伙都说这件事好的人，好的事，所以你要留心去做，因为这件事不是从圣灵来，乃从情欲来的。因为世人都说好嘛，对不对？世人说威风好，世人说行善积德好，但圣经说行善积德不到期而死，你到底哪一个好？啊，叶弟兄，哪一个好？世人说行善积德好，圣经说什么？行善过分不到期而死，到底你听谁的？听神的啊！我行点善积点德，我的德是行来的还是信来的？信来。圣经有没有行善积德这话？没有。当有人传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告诉咱们得守住道德律啊，因为行善积德好，这个人你要注意了。你为什么要注意他？因为他不是从神来的，圣经里没有这话。所以你要怎么样？有人问说，弟兄啊，那什么是遵行神旨意呢？我天天在看着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我不知道什么叫遵行神旨意。你们要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要查验一下。你得查验呢，你连查验都不查验。是张三说的遵行神旨意就是做好事行善积德，李四说的就是守道的律。那你咋不说圣经怎么记载的呢？啊，你怎么不说圣经怎么记载的呢？弟兄姊妹守住道德律，这就叫遵行神的旨意，是吗？不是。你不信你再看圣经，继续再看，你会发现他讲的话不对，不合乎圣经，不在圣经的范畴之内，是不是啊？当你发现他说的话不在圣经范畴之内的，神并没有启示这话的时候，就证明他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他乃是靠着自己的想法，
你记住，神的旨意不在人世间，神的旨意不在我里面，在基督里面。神的旨意不在这个人世间中间，你听懂了吗？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你认明神的旨意不在这世界上，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头记载了，是不是啊？为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是不是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个道是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他，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真理的道在圣经里头，当在圣经以外任何的东西启示的话，他说你要遵循神旨意啊。东方闪电说现在基督已经变成女的了，就叫骗你，叫你去，特别是那刚信主的啥也不明白的，是吗？来了吗？哎呀，这些傻毛的呢，基督都来了，他们还在这里还看那种老黄历的圣经呢。有人一糊就一蒙就上套了，是不是啊？看着有诱饵有好见点好处就上套，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连耗子都不如，你信不信？那老鼠啊，你看着头一个老鼠要上被耗夹夹死了，下次这再叫他去上在耗夹上，说啥都不干了。老鼠他都知道，那人都不知道，进去一个又进去一个又进去，都进到异端里头了。这是说明上帝叫你知道，老鼠有时候敏感性比人都强。地震前老鼠都知道，下了暴雨老鼠那个蚂蚁都知道，那最小的动物都知道，人都赶不上蚂蚁了，完了，大的赶不上小的，尊贵赶不上卑贱的了，是不是啊？是，就是这样。你看那些多少人呢？就是这连没有灵性的畜类都不如了，都赶不上畜类了。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啊却不什么，却不认识他，也不留意，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人能知道的话，如果人能明白的话，那就说明人比动物更强了。但动物知道的事情人不知道，这就说明人赶不上畜类，对不对？赶不上动物，赶不上那些小的连骨头都没有的蚂蚁。大张嘴的说什么我遵循神旨意，你不信你就看，你问他什么叫遵循神旨意，他肯定说不清楚。什么叫遵循神旨意？上帝保罗在这里说，保罗从前就是守律法，他有没有说守律法就是遵循神旨意？没有。他说我要因律法，是吧？就律法上一说我是毫无知才的，是不是啊？他说我是毫无知才的，你们谁能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今天因基督都当有损，从前守律法当有损的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他就证明他自己在守律法的期间不是遵循神旨意。他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不因行律法成义。当你不因行律法成义，因信耶稣基督成义，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当你靠律法靠肉体法未成全的时候，就不是遵循神旨意。你以为那是遵循神旨意，但不是遵循神旨意。所以你总要查验一下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到底什么事？我得回到圣经中间查考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我不能随便的我信口开河了，这就是遵循神旨意。你以为那是遵循神旨意，不一定。为什么谁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上帝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该隐的祭呢？这不是偏向吗？这就说明你根本这个人，我说这话的人根本不认识基督，在肉体里活着，凭人的眼睛断是非。所以神审判人，行审判不凭什么眼见，断是非不凭什么耳闻，是不是？不凭眼见，不凭耳闻，这才叫真正的遵循神旨意的人。凭眼见，一看着道上有一个人很好，看那个要饭花就给50块钱。你妈，这才叫遵循神旨意。新派神学就这么弄，谁做好事呢就能进天国？圣经有这话吗？没有。因爱成义，我有爱心了，这就成义了。就做好事，因爱心就成义了。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派别讲啊，因爱成义，不是因信成义啊。光信的不好使的，因爱成义，对是不对？对。爱是信心结出的果子，对不对？
不是因爱成义，因什么成义？因信成义。十字架强调的爱在哪了？信不信天国？他是因信进去的还是因爱进去的？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爱救了你，你哪来的爱？你有爱吗？因爱成义，因爱成义就说明你里边有爱，我里边没有爱，所以我要因信上帝爱我这件事成，我就成义了，我因信他成义了，因信成义，没有因爱成义这句话。你找因信成义，你在圣经里找很多，你找因爱成义一段经文都没有，是不是啊？当我们信了基督，主在我里边更新的时候，那新生命活出来的爱，那基督那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的爱，那不叫因爱成义，那是因信所产生的结果，是吗？是因爱成义还是因信成义？现在他们做好事的就能进天国，像雷锋那都能进天国了。有没有这话？圣经有没有做好事就进天国？上帝所说的那个好事，你不接待耶稣基督就不是好事，做多少好事你都得死路一条。那个好事就是你根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亏缺神荣耀的人，不要靠做好事讨神喜欢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做一件事，不要接受你自己个人做一件好事来换取救恩，行不行？自己做好事换取救恩的人就是抵挡上帝的救恩，对不对？不是因信称义的去跑到爱里头去，跑到个人里边吧，因爱称义，所以大伙努力爱啊，全是谁的爱？全谁的？自己的爱。这个人明白没明白？根本就没明白。所以再回到腓立比书看这段经文啊，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很关键的，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因律法，这个途径不是因律法，是不是？不是，是否定的，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指没指出来？这叫遵行神旨意，不是乃是，否定一个，肯定一个，这个叫遵行神旨意。我不是通过这个得称义的途径，不是通过律法，这个渠道不是通过律法。而是通过什么呢？因信而得的，白白得的。一会儿刚，那你们没有好行为也能得救吗？这种问出话的人明不明白？没有。你这没有好行为就得救了吗？十字架不能，那强盗不把好行为改好，下地上得行点善事，就能进天国吗？从十字架下来得行点善事，才能进天国。你说这个人彪不彪啊？彪。我要说他彪啊，有人说你看完就知道骂人。我这是骂人吗？我说他彪的是轻的呢，圣经说他没有灵性的畜类呢，是不是啊？施加强到下面下来做点好事再进天国，有没有阴性成义？阴性白白的成义进天国，这叫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上帝在这里把遵行神旨意讲得特别清楚，不是乃是，不是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而来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下面来看，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必须认识基督才能晓得他复活这个大能啊！我们在我们身上运行这个能力，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运行的，对不对？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人真正凭信心的人，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才运行在他身上。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人自己做的，乃是照着运行在他里面，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才是爱，这才是真正上帝要的，这才叫遵行神的旨意呢。不是守出来，不是靠肉体外面的绑臂守出来，肉体外面绑臂要死。因为这个肉体绑定活不出来那种大能大力，唯独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才是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呢。不是这样的，越过这一关还天天讲弟兄姊妹要遵行神的旨意啊，遵行神旨意，靠着肉体的沾染力包起神的大能彰显的是跟行善积德，多做好事，
这就是，你说那个脑袋简不简单？这样人说话，那脑袋简不简单？他看没看圣经？不是有自己，我守律法，多做好事。正因我肉体不做，没做到好事，肉体有罪，因罪而死了，心灵却因义而活了，这叫遵行神的旨意。心灵因义而活，达到的目的；肉体因罪而死，这是信心产生的果效。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离开信心，不要谈遵行神旨意，行不行？是。离开了基督的救恩，不要谈遵行神旨意。你忽略这么大救恩，怎能陶醉？你把救恩忽略，你都不能陶醉，还说遵行神旨意吗？何谈神遵行神旨意呢？这群人怎么就这么糊涂呢？而且他教导的人都是那么教导的，一个跟一个学。昨天有人打电话问我，谁谁谁上神学怎么样？我说你以为上神学是件好事吗？上完神学回来就抵挡救恩。我才不为那人祷告呢，我叫我为上神学人祷告，叫上帝开出路，给他上神学去。我闲的了，我可吃饱饭撑的了，我是个闲的闲够呛的，我给他去祷告去了。我当面给他讲那么多，当时好好好，过了两天马上就一点点远了，跟一开始搁这桌子跑那跑那跑那，后边一直跑后面，后来没有影了，就跟参加人那个一个那个守望祷告。怎么守望呢？你祷告四个点，你祷告四个点，你祷告四个点，把那人弄得天天的乏的简直不得了了，困得连困带乏，上面听到的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听到，谁让他那么做的？神让他那么做的吗？这是遵行神旨意吗？不是，靠肉体成全遵行神旨。问别人就问他说，那你祷告的时候那四个点又没有话怎么办？没话凑时间呗，在那地方凑时间呗，等着呗，就听人的话。祷告是圣灵引导还是人教的？圣灵引导。人指派的还是圣灵带领的？圣灵带领。你听懂了吗？听懂。你说他那能干什么呢？祷告完了大伙凑时间，叶弟兄你祷告，你祷告四个点，你再祷告四个点，你再祷告四个点，你说你祷告这四个点，你就得等他们祷告完了，别那个过点了，别过点，天天的你也没睡好觉，前面你也没睡好觉，就是连轴转的祷告，祷告几天，一个人祷告四个点，从哪来的这些东西呢？啊，从哪来的？从人来，全从人来，人教的。念圣经念四个点也累了啊。你那么纯是扯吗？纯是胡来的吗？今天教会这样胡来的教会多不多呀？就叫你苦待己身修炼，没有那个就假装跟那跪那撅了个屁股在那地方睡觉。我没说谎吧？过去那家庭聚会那人不都在那撅着，就靠点守望祷告，他们都祷告过，跟那靠点一个点就靠不完，一人祷告一个点都没靠完，最后撅那。睡着了，这么一扒拉帮倒了，那是祷告吗？啊，那是不是祷告？你说睡觉，做一些神不喜悦的，把累的。是不是走形式啊？啊，这国家它是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国家，它需要走一走形式，就是今天呢，那个县长来了，马路局都站在那边啊，那指挥。马路学就站在这指挥了，你看人家也不，人家车那红绿灯人都看了，他假装来了，让他指挥，是不是走形式？是。因为领导要来干什么？装样。是啥来？装成像来了。领导要来了吗？给谁看着？给人。圣经说你们做事不要只在什么眼前，是不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而我们今天所侍奉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的心。只要你心到了，上帝就领悟了，对不对？你祷告不需要一大堆的话，你故意在那抽时间，抽看一会儿看看点，祷告到了多少点，没到点我再加点什么话呢？没到点我再加点什么话？都给谁看呢？你说这群人，你简直了！一看到这群人，我都生气。
这叫什么呢？信仰上也在磨洋工，糊弄洋鬼子呢，他以为是糊弄洋鬼子。咱们过去说糊弄洋鬼子，糊弄一会儿是一会儿，是不是啊？现在糊弄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当洋鬼子，不好使。因为神是监察人心，你糊弄他根本就不能。神是信使的，神是都知道。你没祷告以前，上帝就知道。不要祷告，耶稣教没教祷告？不要祷告那么时间那么长，以为话多就闭门垂听了。是，你只要有信心，我就祷告两句话，主就听；祷告一句话，祷告八句话。主也听，对不对？对。当你不在圣灵祷告，祷告一百句都没有用，但活在大肉体中间，被人指派的，不是圣灵在感动你祷告的。你祷告一万句，你十万句也没有用，净跟他找花样呢。神也不垂。你干别的你可以，连织毛衣你可以玩点花，对不对？别说你这手工特别特别巧，但我告诉你，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玩花，在神面前别玩花，行不行？是。在神面前玩花的人，早晚上帝要玩你。是，你信不信？你以什么待人，上帝就以什么待你。对，你以弯曲待人，上帝以弯曲待你。你以诡诈待人，上帝就以诡诈待你。神不希望那些在上帝面前玩花样的人。弯曲诡诈。你想方设法，就有的人想方设法的，就为了给人看，祷告祷告，看谁看不看着我。你这个人简直了。你祷告和不祷告和人有什么关系？向谁祷告？向神。所以呢，故意叫人看见的人，耶稣基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你得了人的夸奖，你看这人真敬虔，你看祷告时间真长，就是为了叫人说这句话。一天他那没事也祷告，跪在那就祷告，是不是啊？目的给谁看？其实他祷告那话呢，前这一爬那一扫帚，不知道他要求什么。他根本不是求什么事儿，就在那地方瞎扯。嗯，你是这个人，将来上帝能悦纳他吗？这祷告如同馨香供物，特别尊贵的，达到神面前，好不好？嗯、什么样的馨香？在圣灵，馨香代表圣灵里的馨香，在圣灵里祷告那个馨香是达到上帝的面前，是达到上帝的要求的，是得到上帝的悦纳的，蒙主悦纳的，如同馨香的一样。在基督里的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这是最好的祷告。但你不是在这里祷告，你祷告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错误的。所以当一个人活在肉体中间，靠肉体成全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上帝旨意中间了。所以这里边再看第十节，十，我认识基督，必须先认识基督。再一个是晓得他复活的善，他复活的善，晓不晓得？什么叫晓得？明白、懂得、知道，这叫晓得。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必须晓得他是怎么复活的。这个大能不是你自己靠肉体来的，上帝要把这个复活的大能放在你里面。为什么把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你？就是要叫你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下面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什么？受苦。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效法他的什么？死。一头受苦，效法他的死，学他的死。效法是学的意思，对不对？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什么复活？是不是又讲死里复活的道？对，死里复活的真理。我们所讲的是死里复活，他们讲的是肉体成全。别死啊，别死，就是一个肉体，做好事，行善积德。这样的教会多吗？少是多。靠肉体成全，守这个守那个，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呢？上帝要的是什么？死里复活。晓得他死里复活，效法他的死。上帝叫你效法他死，你没效法，你要遵行神旨意吗？你有什么说？啊？上帝叫你效法他死，他的死死在哪里？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你现在不是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效法他的死，你说我效法基督做好事。基督来了不是做好事的，基督来了是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对不对？他不是效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耶稣来跟这世界上格格不入，你信不信？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和这世界格格不入，是不是啊？你要以效法世界，就与世界为友；
你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什么？为敌的。你还不知道这个奥秘吗？你效法的是谁？效法到底效法基督死，还是效法这世人做好事？世人凭肉体凭良心，你凭什么？你凭信心，对不对？你凭信心效法基督，你要凭跟世人一样效法世人的行为，这以为做好事就做点好事就完事了。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进天国，没做好事的人不一定不进天国。法利赛人净做好事，上帝说他是有祸的，有自义，对不对？是。十字架强盗没做好事，耶稣说睡了一个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你看清楚了，耶稣这个救恩就是这么便宜的给我们，就是这么白白的给我们，看谁能接受得了。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不接受救恩的人，就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你看清楚了，别都拿着圣经，拿着圣经不是都能进天国的。到底什么样才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耶稣明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对不对？那我现在不遵循他的旨意，我一看清点上帝的这个钉子们，可别死啊，别效法基督的死啊。保罗说要效法基督的死，他说别效法基督的死。保罗说脱离这个屈死身体，他说别脱离屈死身体，脱离不完了，不能分开啊。有没有人这样说我？王彦浩讲给讲分开了，肉与灵给分开了，肉体往哪去？往地下去。灵往哪去？不给分开完不完了？这是凭信心分开，对不对？灵归赐灵的父，肉体归尘土，尘土仍归尘土，对不对？神怎么说的？对亚当说的，你本是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这个指肉体说的。最后我讲针对圣灵的针对性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地方。对肉说话，尘土归仍归尘土，灵要归于赐灵的父，这是针对性的，对不对？那我要讲错了，我把这针对性讲出来，那我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弟兄姊妹混在一起讲，肉体做的也是灵做，灵做也是肉体做的，做好了就是义人，做不好就是罪人，是不是啊？你看现在这个人那个嘴歪到什么程度了？我不说别人，那是传道人的嘴歪了，眼歪，嘴也歪，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咱们得好好的荣耀神，好好活出主的样子。你说这句话你错不错？错。圣经没说好好活出主的样子，对不对？这保罗说效法他的死啊，是不是保罗说的？效法他的死，为什么先效法他的死呢？不效法他的死呢，我就因律法而得的义，靠肉体成全。不效法他死，靠肉体成全，靠肉体成全，立谁的义？人的义。不服谁的义？不服神的义。听清楚了吗？我要地上的，我要肉体成全，我就拒绝天上的，天上不要。我要凭自己的智慧，我就不要天上的智慧，对不对？我要立自己的义，我就不服谁的义了？神的义了。神为什么今天要叫你遵行他的旨意？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之中。成为什么路？死亡之路。这条路是死的路。世人都说行善积德，我就良心好就行了，我就凭良心行善积德就完事了。这条路是什么路？死亡之路。不信你上街道问你的这事，你凭什么做事？我凭良心，我不信耶稣，我良心好就行。我不知道你们遇不遇见这样人，我经常遇见。你要遇见这样人呐，我跟你说没办法给他传道，他就自以为意。现在教会中间的传讲这件事的人多，多不多？像世人这样，我就凭良心做事，我良心好就行，做点好事，这就以为是神喜悦。你做多少好事不在神的旨意中间？为什么叫你查验？你要查验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喜悦什么？人非有信却不能得神的喜悦，不是因信而来的义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那我越过了信，我跳到了我个人那个肉体的行为中间，就以为是遵行神旨意。这个以为是对的是错的？
这已经错大彻头大错了。所以保罗说，我要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哪里死里复活，是不是还讲死里复活呀、啊？因为没在地上死的人，他还在最终活着，你信不信？是。没在地上死的人，不经过死的人，他在罪里活着。在罪里活着的人，虽然唱的调很高的，那唱不完你就得上不去了，那叫唱高调，你信不信？啊，世人讲的这个地方，在人面前走走形式，唱唱高调，啊，是不是啊？搞一搞那政治宣传的什么，世人讲这一套，教会的弟兄怎么不要讲这一套，好不好？把这些东西赶紧把它去绝掉，神不喜悦人的东西，他不喜悦马的力量，不喜悦人的什么，就不喜悦你用自己的智慧，你用自己的力量，你用自己的腿快，你用自己的理性，你用自己的想法，你用自己的理念，你用自己的逻辑，神最不喜悦这些东西。你把你的逻辑拿掉，我觉得，我感觉，我认为，你认为的都是错的。你把你的认为拿下去，你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从天上来，我认为从哪来的？地上来的。神的旨意从天上，神的智慧从天上来，我的智慧从哪来的？啊，自己的脑袋里来的，推理出来的。理学的东西都是推理来的。恐怕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妄语把你们掳去了，叫你们不照着基督来，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把你们掳去，完了，上帝不让人理性存在，就所以给你预备个死，上帝不让你的智慧存在，所以给你预备个死，上帝不要你自己的观念存在，所以给你预备个死，上帝不要你的意念，给你预备个死，上帝让人去死，他在里面活着，这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但我要活着的时候，我就不要神了，我活着，神呢，你耶稣你上一边去，我先活着，我先遵行神旨意，你能遵行了吗？嗯，基督不但要替我死的，还要住在我生命中间，长大成人，长成还有神基督的身量在我里面替我活着，这些事儿，对不对？你遵不遵行？遵。你要不要？要。基督不但替我死了，还要代替我活着。基督不仅仅是把道赐给我，而且要住在我里面，永远不走了。叫你有把握的，靠着神的能力，靠着他的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所求所想都超过了。行不行？你想着超过了，你想着超过了，你用你自己的想法行不？不行。你所求的超过了，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求，行不行？不行。不行。就告诉你不行了，明告诉你不行了。那既然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不要拿不行的当行，不要拿不是的当理，不要拿人为的东西代替神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从天上来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好不好？什么是主的弟兄姊妹啊？啊，什么事啊？谁是遵循神旨意的人？凡有血气的尽头入草，这肉体是不是属血气的？是是。他们的美容也都是草上花，今天还美，明天就不美了，对不对？一个小姑娘，灿烂像一朵花似的灿烂，那么灿烂，过几天结果了，砰，凋谢了，马上凋谢了，马上形也变了，脸也变了，哪儿都变了，是不是？这就叫凡有血气的尽头如草，他们的美容也都是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草要枯干，花要凋谢，没有主的道是什么？永远长存的，对不对？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神的道啊，是不是这么说的？福音就是道，道就是福音，遵行神旨意就是遵行神的福音，遵行神的道。我连有了主的话就去遵守，这人就是爱主的人，对不对？主要你遵守他的话，这一个启示完的话，不需要你去加添，不需要你再去用你自己的方法把遵行神旨意，把圣经丢一边去遵行神旨意去，靠什么遵行？
肉体，靠人的理性，靠人的观念，靠人的自己的智慧，靠人的聪明，靠人的口才，真正追求神旨意的人必要效法基督的死。我没有了效法基督的死，只有把自己信没有了，这叫追求神旨意，行不行？行。信没有是什么？怎么没有的？死了。信我没有了，我哪去了？是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才叫尊敬神旨意。这个人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活着的还是我自己，不尊敬谁的旨意？人自己的旨意，听懂了吗？所以就看你今天怎么样来尊敬神的旨意，如何来尊敬神的旨意。这条路啊，就是都在走，都在跑，但得奖赏的只有几位，就一位得奖赏的。为什么只有一位？不是说他得奖赏，我们今天都不能得奖赏。你有机会得奖赏，是不是啊？就看你怎么跑，你跑错了，你连奖赏得不到，可单单得救，来那国里抽你财就得救了，你光得今天国了完事了。但上帝今天不仅叫你今天国，而且叫你荣荣耀耀的进入神的国，好不好？不要靠自己的血肉绑臂，不要靠自己的那个力量，好不好？不要靠自己的智慧，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好不好？那里边说什么？彼得前书的四章一节说什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存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从今以后我们就不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从情欲来勾引勾引你就进东方三殿，从情欲来勾引勾引你就进那个进这个，但是你不在圣经里建造了，不回到圣经，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不好？好，咱们一同的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并且用你的话语不住在教导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常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是遵行神的旨意，不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叫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的，却靠着自己的血肉绑臂，就等于抵挡救恩，就等于背负真道，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主，就求你来帮助你自己的众儿女，求你不叫我们按照血肉的绑臂，使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在不住地在奔走天路，求你在前面给我们踩平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我相信主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这条路我们可以达到父神面前，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讨父神的喜欢，因为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既然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求你来带领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的心完全被你得着，用你的话语每一天天来浇灌你自己众儿女的心灵，来滋润你自己你自己教会这块地图，使众儿女的心灵都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祝福西里屯的教会，使这里的众弟兄姊妹的心灵都得以复兴起来。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儿女，使叫你自己的教会蓬勃的发展，让你自己的旨意在教会中间首先通行，使你自己的众儿女都能站起来为你福音打了美好的胜仗。应允我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的天上阿爸父神。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门。